sorry 错了，是刘德华版的。刘德华版的上海滩。吃了饭没事干，先到群里去看一看，吹会儿牛逼，测会儿羊胆，再和朋友们聊聊天。有美女有靓男，男的都自称是单身汉，土豪老板，网上真假太难分辨。如果你想约美女见面，那你就得下点本钱，发个红包，请吃顿饭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吃了饭还不算，各大商场转一转，朋友们别心叹，聊天就当消磨时间。然后喜欢听经典歌曲的朋友点一下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加点本钱，发个红包，请吃顿饭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吃了饭还不算，各大商场转一转，朋友们别心叹，聊天就当消磨时间。朋友们别心叹，聊天就当消磨时间。